几分钟应该就来了，因为他在半个小时以前给我打电话，他就说他已经出发了，知道吗？他就说他已经出发了，应该要到了。你们可以猜一下他大概在多少分钟以后来。我去医院什么情况？我过敏呀，我过敏。过敏，谢谢大家点赞啊，叔叔阿姨，谢谢大家点赞，让他干活。因为这个就是这个核桃，它是以前你们买过金针核桃都知道，金针核桃都是卖的是比较便宜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爸说这个是叔叔家的核桃，然后收的呢也比较贵，然后就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要贵一点。然后那个价格呢，我也不适合在直播间里面给大家分享，因为太贵了，我也不愿意卖给大家，知道吧？所以我不在直播间卖是这个原因的。然后我现在纠结呢，我到底是我早上我就在纠结，我到底是等富哥来了，就是等富哥来，还是说不等他，然后直接去卖我的核桃，知道吧？我就在纠结这个问题，十几分钟，十几分钟，大概反正十几分钟应该就会到了。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起把分享点一点，好不好？你们说要等富哥来吗？你们说要等富哥来吗？叔叔阿姨，拿到街上卖是14，知道吗？14，我爸爸给我订的，他说让我就是背到街上去卖，也没有多少，上面也写了斤数，然后就让我背到街上去卖就行了。然后他说不能低于14，知道吧？要等吗？要等富，要等的。我本来都打算要走了，我让他开车送你去。你们那儿离县城，我们这里离县城的话，好像走路的话要50多分钟吧，走路的话要50多分钟，就走近路，知道吧？等他来，等富哥呀，一起去街上吃饭。那主要的目的不是吃饭，知道吗？主要的不是吃饭。欢迎大家直播间叔叔阿姨们，我们一起点点赞。然后你们就是今天你们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呀？我男朋友没有来吗？我没有男朋友，但是富哥等一下要来。这样，但是富哥等一下他要来，就是因为富哥要来，所以我猜还在家里面没有出去，知道吗？是贵了点，所以我就不拿到直播间给大家卖了，知道吧？就不给大家卖了，因为之前我卖的核桃就没有那么贵，但是我爸让我卖的那个核桃，我肯定要就是肯定要不能卖给你们，等他来了开车送去卖了，再一起回家。卖核桃知道吧，叔叔阿姨？卖核桃那个事情，卖核桃那个东西，它不是说你拿到街上去一下就那个的。我们这里很冷，只有15度，好像是15度还是16度？我可以关注你吗？可以呀，直播间叔叔阿姨们可以关注我呀。我们这里很冷，你们那边今天多少度呀？你们那边今天多少度呀，叔叔阿姨？把你们的度数打在公屏上，好不好？然后就是我们这边呢，早上也在下雨，知道吧？早上也在下雨，穿少了不少。我要背东西，穿多了就背不了东西了，知道吧？穿多了就背不了东西了，只能少穿一点点。我现在在等富哥来，但是富哥还没有来哈，富哥还没有来。这个是什么？有没有人认识的？这我家种的这个有没有人认识？这个是啥的？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26度。你家都快下雨了，对，这两天冬瓜南瓜不是南瓜，诶，富哥给我打电话了，富哥给我打电话了哈，我先接个电话哦，叔叔阿姨，好不好？我先接个电话。富哥做男朋友好不好？不好，我不能有男朋友。喂，富哥。金子。哎，你到了吗？你们这儿塌方了呀，这个路。啊？哪里塌方了？就是那个桥那儿，那个有个沟，有个小河那儿塌方了呀。他这儿有一个那个推土机在推呀，现在车过不了啊。那怎么办？那你不能上来喽？可能要等会儿吧。他要走，他什么时候才能那个？他什么时候才能通呀？推一半了，现在推一半了。那你在那里是不是等了很久了？等了一会儿了，好一会儿了。
哦，那怎么办？要不？你在家那边是吧？对呀，我在家里面。那你吃饭了没有？早饭吗？啊？我没有吃早饭。哎你还没有吃早饭？呀，我感觉我没睡醒呀。你还没睡醒呀？哦，那个。可能还有一会儿呀。还有一会儿，哎，你听到飞机的声音了吗？什么飞机啊？你那里听没听见吗？那你还离我还远啊？你是在哪座桥呀？就是离你不远了吧？不远了吗？那我要不我来接你呗？不用，你懒得走，我等会儿吧，等会儿他这个弄通了我就上来。那你要注意安全啊！那个地方塌方的话，你就退回去一点，不要在那个下面。没事儿，没关系。然后我现在在开直播了。对，不直播是吧？对啊，我知道你要来玩嘛，所以我就先开直播了。行，好，那个你等我哈，我一会儿就打。好的，可以。好，拜拜拜。拜。就我们这边山路塌方了，叔叔阿姨，我们这边山塌了。看到你那边的天气比我们那边还冷，对，我们这边天气是比你们那边还要冷，怎么办啊，叔叔阿姨？哎呦，那去太晚了的话，我怕核桃也不好卖了，怎么办？去太晚了，人家我们这边集市上就是一早就有人去赶集的，然后赶完集，他们都回家去干活去了。富哥现在又要耽误一会儿，我要不就不等他了吧，叔叔阿姨，你们觉得呢？你们觉得我要不就不等他了呗？看到你那边，他和他富哥有意思，真挚好美呀！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大家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在不在呀？你们在不在直播间里面呀？金志，你和富哥现实中怎么认识的？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。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不是在现实中认识的，知道吧？你们很多人不知道我跟富哥是怎么认识的，你们可以点个关注，后面可能也会，知道吗？今天不能去，明天去了。对，他路塌方了，然后明天就是他每天，明天我看今天是，我们这边只有双号的时候才会赶集呀，明天去也卖不了的。知道吧？明天去也卖不了的，然后所以明天也不能去卖了。我要不我自己去卖核桃算了，我就先下播，然后去卖核桃，我不等他算了。但是富哥又在路上了，但是富哥又在路上了，富哥靠不住，我觉得应该比你靠得住吧。你背上海淘去，路上一起上街。我去走路的话，我是不过那里的，知道吧？我走路去要抄近路的。如果说我走路从公路这里一直走到他那里的话，我要走很长时间的。然后有，也没有多少，虽然说他有69斤，知道吗？有69斤。然后我拿着这六十九，背着这69斤去公路，然后顺着公路去找他，那就对，做直播认识的，是的。核桃怎么卖的？核桃我就不在直播间卖了，因为我爸爸那个核桃是怎么来的？我家的核桃早就卖完了，已经是就是没有什么核桃了，知道吗？我们这边那是我叔叔家的核桃都一直没有卖完的，然后我爸爸给他收了，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街上去卖价格要贵一点，所以说那个价格我爸说让我卖那个价格，所以我就不在直播间给大家卖，因为那个价格确实太贵了，知道吧？因为我也想着叔叔阿姨们就是之前就买过精致的核桃嘛，然后再给大家卖贵的核桃就不太合适，所以我就不在直播间卖。等富哥等一下，富哥应该我不知道那个路什么时候才通，知道吧？你别去了，去了都中午了。你们知道农村里面镇上他赶集是不是只有早上的时候才赶集呀？你们那边镇上是不是只有早上才赶集呀？就是街上。只有早上人才多，对不对？富哥是个好人，值得依靠的人。谢谢，对，我也觉得富哥是个好人。你们觉得富哥是个好人吗？你们觉得富哥是不是个好人呀？我耳朵怎么那么红呀？有人在背后想我，是不是？耳朵好红呀。
对，是的，就是我们这里呢，镇上也是只有在双数的时候，知道吧？双数的时候才会赶集，单数的时候就不就是另外一个就是乡镇在赶集，知道吧？富哥是好人，谢谢大家，逢十不赶场，逢十不赶场，我们没有这里规矩，我们是双数要赶场。双数要赶场，单数不赶场。我去看一下我家的菜长得怎么样了。好好，早上是人多一些，对，所以我们背东西去街上卖的话，背东西去街上卖的话，我们都是一早去。对，双号赶集，单号不赶集。双号赶集，单号不赶集。你们天天都一样，没有赶集。你们要过年了吧？十一月份，叔叔阿姨，十一月份，谢谢润之声的粉丝团，谢谢哈。十一月二十号过彝族年，现在要过去都十一点了，现在都十点多了，哎呦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我爸说的，让我爸今天早上他呢出门的时候是六点半，知道吗？我爸爸他出门的时候是六点半，让我今天背到街上去卖的，知道吧？让我背到街上去卖的。多穿一点，我不冷，我要背东西，所以我就不冷。富哥堵在路上了，富哥堵在路上了。然后我们这边山路经常塌方，所以他就就塌方了，他就堵在那里了，就过不来。后天再去啊。咋卖的呢？核桃我就不在直播间给大家卖了，好不好？就不再给大家卖核桃了，因为我爸定的那个价格，就没办法给到大家，因为我爸定的那个价格太贵了，他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让我不能低于14块钱，让我拿到街上去卖。因为我爸爸他今天一早就出门了，然后就不拿到，就是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要卖14。所以我就不拿来卖给大家了，因为之前你们都知道，我之前卖给大家都没有14一斤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，你们很多叔叔阿姨说你在直播间卖呀，我也非常感谢大家，但是价格太贵的，我就不会卖给你们，知道吗？我就不会卖给你们，你去敢不听你爸的那个得要听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要听，因为那个也不是我爸的，知道吗？我叔叔家的核桃，他收过来的。因为我爸爸之前就在收核桃嘛，然后我叔叔家还有几十斤核桃，害怕放在家里面坏了，所以也是今年的，所以就是说让我拿到街上去卖，14也没事，没事，就是我可以自己拿到街上去卖，这样子太贵了，我就不卖给你们，知道吧？太贵了，我不会卖给你们。我们现在是9743个赞赞，我们再一起点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把我们的手指点在这个大拇指这里，可以吗？叔叔阿姨，你们跟我一起等着富哥过来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等着富哥来，好不好？直播间卖，麻烦。怎么说呢？这些直播间卖这个都还好，就是说价格，知道吧？价格太贵了，我就不在直播间卖。价格太贵了，对，还要发快递啊这些，所以价格太贵了，知道吗？价格太贵了，有60多斤，哎呀，小富飞过来吧，富哥他没有法飞过来，他在路上，然后堵了，然后还没有过来。我们一起等着富哥过来，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什么时候才可以通，不知道那个时候才可以通。好，自然女孩子，谢谢哈，谢谢单曲重复。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是叔叔和哥哥比较多，还是阿姨和姐姐比较多呀？叔叔和哥哥在公屏扣个1，姐姐和阿姨在公屏扣个2，好不好？你卖多少一斤？拿到街上去卖，我们不在这里卖。叔叔阿姨，谢谢大家对金枝的关心。然后又在下雨，下午去卖，下午不赶集的，大自然哥哥，下午不赶集的。我们这里镇上只有双号的早上，知道吗？双号的早上，哇，好多人都是姐姐和阿姨哈。等富哥到了下午了，还怎么卖？叔叔的定义是大你多少？叔叔的定义就是跟我爸爸年纪差不多呀。就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，你们都是多大年纪的呀？
今天卖不了了，对，今天卖不了了，所以哎，我肯定会挨骂了，我肯定会挨我骂了。我爸爸多大？我爸爸50，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都是50-60岁的，知道吧？可能你的年纪可能要小一点，但是我直播间很多支持我的都是叔叔和阿姨们，对吧？你们把你们的年龄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？50多岁了，对。你们把你们的年龄都打在公屏上一下好不好？我看一下你们都是多少岁的好不好？我再记一下你们是多少岁的，可以吗？叔叔阿姨，我再记一下你们是多少岁的。55岁，你儿子都上大学了。对，单曲重复28可能是我们直播间里面年龄最小的那个了，是吧？在直播间来看我的话，28岁应该是年龄应该是很小的了。67岁，华美阿姨，草阿姨72岁，大自然哥，是谁在叫？鸡在叫，好像来了，叔叔阿姨好像来了，富哥好像来了，富哥好像来了，等一下我去看一下是不是啊，富哥。哎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你们来了，路通了吗？人专门那什么啊，把那路弄开了，让我先走。就说先把路弄开了，让你先走的，不然的话还得等很久，是不是？对，是不是堵了很多车呀？弄开了，然后他退开，让我先走。那么好呀？对呀。完。脚上好多泥呀，你们哇喘不过气了，怎么了？你们不会是走路上来的吧？没有，车开过来了。车开过来了吗？哎呀，我们跟那个富哥来了，施工员说我们有重要的事情要干，然后他说行，马上就给你们。他今天晚就吹牛。没有，富哥才刚刚来，我们富哥你坐着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，我在直播。那个，要不你拿着手机，我给你弄点水给你喝。你脸怎么了？哪个脸？这儿。哪里啊？怎么了？怎么红的？过敏呀。这样了没？还没有。我肚子有点疼。还没有吃。我肚子有点疼。你要上厕所吗？不是，今天拉肚子。你会不会这里的厕所你会不会上不了呀？反正我没在你们家上过，应该没事儿吧。你要去上吗？你要去上厕所啊？好，是不是？行。他要去上厕所，他去上厕所啊？对，就是那个猪圈里面。我上厕所，你跟着我干嘛？不就在这？猪圈里面，你带纸没有呀？没有纸呀？我。我家里面好像有一点纸，好像那个厕所里面好像有那个硬的纸，你去看一下行不行？要不我带你去下面公那个广场那里去上吧，因为我觉得我这里的厕所好像下边吗？哎，我就在这儿上。要不去那下面广场那里吗？没上。你就在这里上呀。我就在这儿上。没事，这里蚊子有点多哦。啊，蚊子有点多哟。我去山里边上行吗？山里面也有蚊子呀。那咋整？那我受不了了哈。没事，我就这儿上吧，好不好？啊？就这儿上吧。我怕你不习惯。不习惯不可能拉裤子里边吧？别讲的太清楚。你知道门怎么打开不？啊、知道门怎么打开不？没锁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你的猪。啊？猪在那儿看着我。它不会咬人的，它不会跳出来的。猪它不会跳出来的。我说了，猪也咬人的。不会，猪它不会跳出来的。那怎么办？我那个，你要不？要不你先过去吧，我上这个。你把门关上就行了呀。啊。你把门关上就行了。啊。嗯。那行。你走开。你关门呀。
那个，要不你就在旁边上，就在那旁边上。他会不会出来？不会吧？他不会。你只要不拿吃的，他不会那个的。我在厕所，我拿吃的吗？不给他拿吃的，他就。好了，你赶紧过去。他在这里面去上的，他在这里面去了。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有没有上过这样子的厕所呀？谁来了，富哥呀？你们有没有上过这样子的厕所？上过农村里面的厕所吗？跟你们就是，可能跟你们那边的厕所不一样。今天没去干活吗？我今天没有呀。我今天本来是有事情的。上过吗？我猜肯定是等我们来，是不是？啊，对，我在等富哥，等你们。你看着他，没看，小时候有上过，你去看一下。人家在厕所，我怎么去看呀？我在厕所怎么去看？没有上过吗？你们那边的厕所称为洗手间，是不是？我们这边厕所没有洗手的，就是我们四川之前不是有一个视频吗？就是说我怎么敢邀请你来我家玩呢？我怕你烤不来柴火，然后烤不来柴火，走不来泥巴路，然后烤不来柴火，连去上厕所都要去猪圈。好漂亮，可爱，谢谢。是的，农村的，对，东缸，你们叫东缸呀？对，你们那边应该叫洗手间，我们这边就是叫厕所，知道吧？叫厕所。对，我们在这里等。我还以为富哥来了就可以走了呢，感觉今天好像也没办法去那个，也没办法去街上了，叔叔阿姨们也没办法去卖核桃。没有办法去，我们叫卫生间，都叫卫生间，我们叫厕所，没办法去卖核桃，应该叫毛丝，对，四川话叫毛丝，一个道理。从小经常这种厕所，然后厕所，我们就不讲厕所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们就不讲这个事情了吧，就不讲厕所这个事情了吧，行不行？1.6万赞了，谢谢叔叔阿姨们，感谢你们。东北也叫厕所，你们是来自哪里的呀，叔叔阿姨们？你们是来自哪里的？就是我们四川话叫茅厕，然后就是还有城里面的人叫洗手间，我们城里面的人叫洗手间，农村里面的人喊的茅厕。对，山西属于北方，是不是？江西叫毛丝，对，改话题。对，我们来自云南的、广州的，还有呢，叔叔阿姨们，有没有四川的？没有四川的人是吧？没有四川的，东北长沙、湖南长沙，不讲这个话题了，对，不讲这个话题了，我们等富哥出来，好不好？我们一起等富哥出来，谢谢大家的点赞，谢谢大家。阿勒泰地区是哪里啊？阿勒泰是哪里啊？阿勒泰，新疆那边吧，是不是？新疆还是西藏还是内蒙古？好像是新疆那边吧。新疆那么远呀，广东，你是四川的，达州是四川的，东北黑龙江，新疆哦。